这里我想展示一下最近做的一些作品。这个我觉得这个蝴蝶特别漂亮，就薄纱的那种。下面也可以配珍珠，有这样的。还有一些珍珠耳环，这个是勿忘我，还有玫瑰。然后玫瑰的话，还有这种，很漂亮。这个，这种配件是包金的。还有些这样的。我的猫在外面叫。还有一个，我去给我的猫开一下门。哎呀，巨型的猫入镜，换换，来乖。好，下去。这个我很喜欢，戴起来很好看。这个也是包金的，戴起来穿上耳洞就会是这样折叠一下，它那个珍珠会垂掉下来，很好看。还有就是这个用的是那个进口的那什么什么施华洛水晶，特别漂亮。这个水晶戴起来很少女性的一款。这个蝴蝶是这样的，它就是搭配了这个蝴蝶结耳环，超漂亮，真的。这个蝴蝶结耳环有那种偏光，这个钻石是绿色的，但是它那个偏光是蓝的，蓝色的，看，很美的偏光。还有，我把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先介绍给你们。还有我超喜欢的这个紫色，哇，紫色真的超美。这个水晶也特别好看，已经差不多跟那个进口的。其实效果跟那个进口的施华洛水晶很像了，已经。看一下偏光，好，还有蓝色的款，蓝色的这个我配的是珍珠，珍珠和水晶都可以配，其实。这个很漂亮，这个绸带是在那个乌拉家买的，价格也很合适，很便宜。这个绸带，这个是有点暗，那个这是那种类似于酒红色的，这特别美。粉色，粉色就还是配软绵绵的珍珠，更少女心一些。还有黑色，这个黑色是应我们的朋友他喜欢黑色的，就做了一个。虽然说是黑色的绸带，但是做出来看起来像灰色一样。
看一下他那个绸带。哇，这个穿的特别漂亮的绸带。这个咋的？我觉得我弄用的乱七八糟了，还有都已经弄完了。这个橙色我觉得很好看，这橙色。这绿色很好看，紫色都用完了。啊，这个蓝绿的颜色，孔雀绿，这个是孔雀绿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此结束啊，因为最近上班嘛，啊，真的好忙，都没有时间做事情啊这些。马上会推出一波非常非常优惠的有些店。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些店分享给各位，这个蓝色超喜欢，不对，这紫色超喜欢的。好，拜拜。录完了保存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啊，好像忘了一点东西，还有几对忘记分享了。非常现代的几何的一些耳环。这样的贝壳，对，贝壳。这个是用托根小姐送我的，托根小姐那里买的那个蕾丝做的，还有这种蝴蝶，好了，这次分享是真的结束。